今年万圣节要办什么呢？我们决定扮成你。扮成路人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限定女生，男生男生交换衣服没有意思，没意思，看他们愿不愿意。啊，如果这个女生不愿意，那我们三个都要喝，我们三个都要喝。好，那如果她愿意的话，她就要选一个，她可以挑一个人。没有被挑到两个要喝。好，没被挑到两个要喝。感觉这里等一下最强的应该是龙卷水，够吗？感觉很多人会选。没有，我会用眼神跟他说。先去人头，然后有人喝不下不喝，他们卤我就走了。太状态了吧！对，我们现在在拍一个万圣节的企划。我们今年想要换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们想要装扮，就装扮我们看到的人。你可以只要说不方便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喝酒。然后你们如果穿不下怎么办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们穿得下，我们很瘦，我们很瘦，而且因为他是柔俊瘦，要穿我们，你们可以 ，OK。你让我们喝酒就好了，你干嘛呢？请。我平常是不是得罪你了？刚刚我手在接触他的手那一刻，那个当下那个触感是超越第一次牵手。好不想被碰到，好不想被碰到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这个专业偶像要能够驾驭所有类型的。你如果穿出来好看，我随便你。在信义区穿这样子的穿搭，只要有自信一点走，那合理，不会有人觉得你怎么样，对，是吗？不会有人看你。我姓石，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知。我姓石，执笔写字。我笑生气，哎，接下来不要这样。蔡伟俊直到播出才知道，他是我朋友 ，brother， 他也是我朋友。我就说你们两个想玩，你就说要不然你的上衣，然后他的裤子，那你们两个一起握 ，OK。播出来说。以后不要再跟我们两个玩在一起，不要再接他们去。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万圣节的计划，所以我们今年想不到要扮什么，没错。然后我们也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们想要扮成你们样子。所以跟我们交换，你们愿意吗？对，我们可以任选吗？我们背心配他的裤子。请选择。下去换。什么？什么？真的？哇！哎，你这个蹲下来。哎，这个会有神秘哦，这件会有。哇塞！神秘。走吧，我们去新娘会喝一杯。超大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怎么样？自己塞的暗装会弄到自己？我真的是。